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23面。我们将经文念一段。佛赐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踏寺大乘经典，心者布施供养，展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者或毁坏者，修补引礼，或读法心，或劝多人同共法心。这一段经文里面前半段介绍过了，后面这一半是讲遇到旧的，旧的踏寺，这个规模比较大，不使一般人独立能够经营的，能够修复的。所以佛在此地告诉我们，如果你有力量，一个人发心好这个功德了非常殊胜。如果自己没有力量，应当劝导大家了共同发心，都是无量功德。至于经典修补之后，一定要有妥善的地方保存。古时候有一些家庭里面藏宝，代代相传是大家庭制度，可以传之于久远。现在的家庭是小家庭制度，而且常常迁移，不像中国过去选择一个处所建立房舍，这一住真的住上几百年，在老家了。现在人常常搬动，在外国插个牌子随便就卖房子，这家就卖掉了。所以保存这些古籍就非常困难，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应当要有智慧，最好给学校保管，或者给政府图书馆去保管，那么在中国呢，是大的寺院丛林，我们知道它能够传之永久，这个可以保管，像中国这些四大名山呢，这些道场，不管怎么样的变化，这个道场都会传下去的，它这个地方有藏经楼，可以藏在那个地方。那么这是藏故，这个故旧的，修补好了以后，藏宝收藏在这些地方。更重要的，这些旧的我们可以把它翻印，翻印呢，复印本呢可以广为流通，原本呢让它妥善的收藏，这个复印本呢要广为流通，甚至于可以把它输入电脑，输入电脑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原版输入，现在用照相这个技术，可以在电脑上看到原来的版面，
啊原来的字体啊，这是很有艺术价值。另外一种呢，重新作版啊，重新作版呢，放在这个网络上流通啊，这个方法多好。总而言之，佛法着重在流通，不着重在收藏啊，你收藏起来谁利益谁呢？啊，所以一定呢要流通，流通的功德无比殊胜。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许多地方啊印经的，啊，市面上的世俗人印经，那后面版权所有、翻印比丘。这还情有可原。如果是佛家四众弟子或者是道场，如果版权页上印上这几个字，麻烦就大了。你一生修行再好，功德做得再多，你还不免堕落啊？什么原因呢？你障碍佛法的流通，这个罪比什么罪都重啊！你做再多的好事，敌不过这个罪过啊！你让多少人发生慧命的，被你这几个字断掉了啊！所以这个利害得失啊，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白。凡是能够利益社会、利益大众的，流通是布施啊。前面跟诸位说过啊，布施财得财富，布施法得智慧。你不肯布施，障碍布施，不但你受贫穷的果报，还要受愚痴的果报。愚痴就太可怕了，造作一些极重罪业的人，根本的原因都是愚痴。所以三恶道受报啊，时间这个经上讲的无数劫啊，要造这么大的难啊，都是不明这个道理。你看看，一念转过来了啊，发心布施，发心供养，得无量福。请看底下这段经文，这个小注里头有一段话，我们把它念一念，在第二十四面第一行，从第二句看起。若遇毁损破坏者，即当修治不晚，经营料理。这是这一句专门是讲大乘经啊，大乘经论。细行云，古人说的啊，古大德说，或开闭相谢相谢，重古朽烂，或顽脱漏额，直末破裂，自不修理，不肯流传，未免得罪法宝，尤为佛智。
这是古大德的教训。这个书籍放久了会生蛀虫，所以藏书啊，责任很大，一定要常常去翻书啊，不看也要常常翻动它，以免这个蛀虫。中国这些书籍因为纸张跟外国人不一样啊，每一年呢晒书，除去它的这个潮湿。那么现在科技发达，可以不必晒了，晒很麻烦啊，可以用除湿机啊，用这个干燥机来代替啊，所以说不必啊晒书。你看这个在外国这个图书馆里面，我们都看人家对空气的调节啊，温度的控制非常严格啊，所以书籍能够长远保持的完好啊，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特别是在中国国内这些藏经楼啊，负责这个管理经藏典籍的，应该在国内外大学图书馆去参观啊，去学习啊，这个现代化的这些设施我们一定需要啊，这是用来啊希望典籍能够保持完美，能够保持长久啊，道场这笔费用决定不能够节省啊，这个前面说过啊，经藏就是我们的真善之识啊，佛陀不在世了，我们修行正果所依靠的就是经藏。这个下面几句话很重要，往往我们都疏忽了。若不能修智，不可烧化。有很多人不懂啊，佛经破了，破了烧掉，这个有罪过。你不能够补啊，你要找有人肯发心去补的。这一桩事情一定要注意到。下面他引用的是如五百问云，戒律不用，流落可烧否啊，可不可以烧掉啊，这是讲戒经没有人看了，没有用处了，破旧了啊，可不可以烧掉？答：不得。不知有罪也啊，烧邪度啊，这是不知有罪，烧这是邪度啊。若知烧有罪，故烧犯决断，与方便破身同。这个破身是破合合身，这个罪过重了。亦如烧父母啊，你看看造的罪业多重啊。那么今天我们想想看，四众同修当中造这样的罪有多少人呢？随意的
毁其金藏，造极重的罪业，当然有许许多多人不知道，不知道会有这么重的罪，他造了，这里讲得很清楚，不知道造，这个罪轻，知道造作，那个罪极重啊！你看看烧父母、破活活身，这是忤逆罪也，堕阿鼻地狱啊！不知而犯的，虽然没有这么重的罪，果报还是在三途。如果犯这种罪，一定要真正忏悔，忏除罪业，发心修善，这发心修补他事，修补流通大乘经教，这个才叫真正的忏悔。下面经文，这是讲果报。如是等辈，三十僧中，常为诸小过往。这是讲发心修补故旧的塔寺经书。这些人他们果报的三十僧中常为诸小过往，小过往在现代就是县市长，我们看看古印度那个时候跟中国三代春秋战国的时代，史记里面记载的大国百里，小国有二三十里的他的疆域只有这么大，那二三十里的就是现在的乡镇长这个方圆百里的大概就是一个都市在古时候这是小国一个国家了周朝时候八百诸侯就是八百个小国这八百个小国分布在哪些地方呢？黄河流域跟长江流域这一带，现在讲的中原地区这个地区占现在整个中国面积不太大了很小，这个地区里面有八百个国家那个诸侯就是小国王那么相当于现在的县市长、乡镇长这个都是佛经里面讲的小国王可见得现在这个社会能够做乡镇长、做县市长，无论是中央任命的或者是地方选举的，都是过去僧众修福不修福他当不上不过有一点不相同，就从前在帝王时代这些小诸侯是世袭的换一句话他的任期是终身制的
老一代死了，儿子再继续做，那个真有福报啊，福报真大了。现在人修的福报比不上古人啊，福报小，为什么？任期两三年，可能一任就完了啊，顶多连任个一次两次啊，那就很难得了。这说明现在人的福比古人呢要薄啊，都是前生所修的因呢。谭越之人常为人王，欢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这个谭越是领头做的。那么由此可知，如果是独立经营，他就做大国王。那么跟大家一起来经营呢，这就做小国王。这个地方修因果报我们要细细去思维，你才能够了解了解之后啊，就晓得我们应当怎样修福。佛法非常重视修福，不识学佛的人呢，不讲不修福啊，那你就完全错不了了。佛教给我们，不要享福，要修福。这是佛的意思，我们要懂啊。有福报啊，给一切众生去享，不要自己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烦恼习气没断，往往享福啊，就会迷惑颠倒，就会堕落。为了防止这个副作用，所以佛教给我们不要享福。佛常常赞叹苦行苦行人道心坚固啊，不会退转了。苦行僧修福啊，不是不修福啊，所修的福报让大众去享受这个就是更大的布施。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毗卢遮那如来，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我们看到那个世界的一真庄严，福报无比佛是不是自己享受呢？没有，佛将他的福报啊提供给十方一切往生到他那个国土里面的人，给他们享受啊。阿弥陀佛也如是，给十方世界往生到西方净土的人，给他们享受，不是自己在享受啊。那我们要问，那阿弥陀佛自己到底有没有享受呢？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好好去想。阿弥陀佛发愿戒引往生的众生，你要知道十方世界念佛的人有多少，往生的人有多少阿弥陀佛通通要去戒引
啊，在我们想一想说，阿弥陀佛忙得不得了啊，哪有空闲呢？啊，可以说每一分每一秒钟他都要去见人，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个事情我们世间人没有办法做不到啊。阿弥陀佛有能力，他能化身去，我们没有办法化身啊，他能够化无量无边身，同时接引无量无边往生的人，他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看看阿弥陀佛所发的大愿，愿愿都得现，没有一条是虚愿。那么这是学佛最上乘法，地藏经上所说的多半是业障极重的众生，所以经上常常讲到果报人天，偶尔提一提，将来决定做佛。我们看底下一段，佛赐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礼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那么这是总结前面所说的，未来世中就是指我们现代善男子善女人是修福之人，布施供养、修补塔寺、庄礼经典，是他所修的善业，他做的善事。那么这些善事，现代有许许多多人不认识，疏忽了。比如讲到印经、造佛像，这个世间很多有财富、有地位、有势力的人，听到之后，他讥笑，这是迷信。这些事情他们一毛不拔，而且还劝阻别人来做这个事情，这是迷信的。你干这个干什么？这个对人有什么好处啊？他们提倡的是什么？社会救济，这个社会慈善事业了，他们赞叹，他们很认真很努力的在做救济社会苦难的众生，救济病苦的众生，现在所说的慈善福利事业，因为社会提倡，政府重视，知识分子赞叹，于是佛门弟子
也走这条路，把这个事情啊当作正经事情来办理了，而对于佛法看清了啊，因为我们学佛，学佛就是要做社会福利事业的。啊，举世赞扬啊！啊，这个事情到底对不对呢？不能说不对，也不能说完全对。这个话怎么讲法？社会福利事业是要做，佛法的福利没有人知道啊。大家通通做这个慈善事业，能不能挽救社会呢？不能啊，社会还是趋向动乱。佛法的利益了，是教人断恶修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目标啊，是这个社会长治久安，帮助众生觉悟，抛弃烦恼，抛弃欲望，开发自信、智慧等等。慈善救人的病苦，如果有方法叫人不病不苦，岂不比你去救苦要高明的多吗？有没有方法？有啊，大乘佛法就是这个方法，能教一切众生不病啊，不苦啊。佛法的教学通常是以两句话显示它的宗旨：破迷开悟，利苦得乐。慈善事业是救苦，还得不到乐，只是把那个苦的程度减缓一点而已，没法子得乐。乐是要觉悟之后他才得乐，心开意解，法喜充满，这个要靠佛法了。所以佛在经上讲啊，这个在三宝里面布施供养修补他施啊，这个应诵经典，这是世间第一等的福报。你们讲慈善救济，这个是世出世间最究竟最圆满的慈善救济，救人的化身慧命啊，救人永脱轮回啊，不仅仅是三恶道啊。帮助人在一生当中超越十法界，做佛做菩萨了啊，世间什么样的慈济事业
能够跟这个相比呢？历史上古今中外不犯大慈善家了，他们对社会展开极大的财务来做救济的工作，他的福报有限的。当时赞叹，有人赞叹，过后之后啊，这个世间人就把他忘掉了，甚至在历史上查也查不到了，烟消云散。从事教学的工作，你看释迦牟尼佛，你看中国的孔老夫子，他们两位在世的时候没有财力，没有做过财布施啊。他们所做的是法布施，无为布施啊。如果要说财布施呢，那他的体力劳力啊，佛法讲内财布施，传到今天2500年之后了，这个世间人听说他们的名字欢喜赞叹的。殊胜的业因果报展现在我们面前了。所以我们要晓得啊，财布施人家能得到的利益是身的利益，法布施别人得到的利益是心得到利益。心得利益，身决定得利益，可是身得利益呢，心未必得利益，心里面离不开烦恼，离不开忧虑，离不开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绝不是财布施能办得到的啊。法布施能破妄想分别执着，能帮助人永远摆脱烦恼，即使这个身再贫贱，他也快乐。孔老夫子的学生颜回就是一个例子，他非常贫穷啊，生活得非常快乐。那么今天有一些同修闻到佛法了，心开意解，得到佛法的利益了，这些人你送财物给他，他不要，他对这个没兴趣啊。他的财能舍，他需要的是佛法，你送他一本经书，送他一卷磁带，他看作珍宝啊。他把它当无价之宝，
这种人呢，觉悟了，在佛法里面讲开悟了。这一种人，这一生当中决定有成就，现前离苦得乐，离苦得乐不在财富。将来决定能够往生不退作佛。诸位想想，还有哪一种布施供养能够跟这个相比呢？很可惜，世间许许多多人不知道啊。他们不知道，我们不能怪他。我们反过头来要责备自己，他为什么不知道？没有人给他讲，他怎么会知道？所以今天社会广大群众对佛教产生误会，过失是谁呢？过失是我们出家人没有尽到责任。我们对不起释迦牟尼佛，对不起历代传法的祖师，我们没有尽到责任呐。出家是干什么的？弘法利生，大家都知道啊。你也会说啊，弘法利生的事情你做了没有？你是怎么个做法的？疏忽了。所以过失在我们自己，不但对不起佛祖啊，我们也对不起广大的众生啊，让他们产生误会，让他们当面错过修福的机缘。事实真相明白之后，自己要修忏悔，要认真努力修学，尽心尽力把佛法介绍给群众，介绍给一切众生，这才是真正忏悔。才能消自己过去的罪业，请看底下一段经文：如是善思，但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僧中受上妙乐。这是讲回向跟不回向。如果你不肯回向，你的果报啊，像前面所讲的三十僧中啊，成为小国王啊，县市长啊，乡镇长啊，你得这个福报。如果你能回向法界，回向法界是什么意思？我所修的福我自己不要享受，我愿意将我所修的福啊，供养一切大众。
给大家去享受，这个功德大了。华严经上告诉我们的，法界即是一心的，以一心来修福，来修善，这个善福就等同虚空法界，它就大了。上妙乐是如来果地上菩提涅槃的大乐，这个乐我们说不出来，说出来也没人懂，为什么呢？没有经验过，哪里会懂得呢？人间天上这个果报啊，不能为比啊。啊，这是回向啊，所以明白人、觉悟的人，念念啊为众生，念念为佛法啊，这个是菩提心、菩萨心啊。再看底下的一段经文：如但回向自家眷属和自身利益，如是之果，就三生受乐，舍一得万报啊。啊，假如你所修的这些善，前面所讲的布施供养，啊，修补塔寺，啊，经理这些典籍，你做的这些善意，如果是只为自己做的，或者是你为一家，那么这个果报小了，果报的三生受乐啊，不是三十生做小国王啊，这是讲你是为自己，为你一家。学以得万宝啊，那么这都是真的啊，都不是假的啊，你的来生福报注解里面引用啊《五苦章句经》的几句话，提醒你自家眷属真相是什么啊？这段文在第28面倒数第三行啊，从当中看他这里说自家眷属者，这是给你解释什么叫自家眷属。五苦章句经云，这是佛说的话了，父子、夫妇、兄弟、家师、知识、奴婢，这是讲家了，自家眷属啊。佛说有五个因缘，如果不是这五种缘，决定不会成为一家人，不会成为一家眷属。
啊，这个眷属里面有朋友，那个知识就是朋友啊，你的好朋友啊。那么五种因缘，第一个是冤家，啊，这个小注的是父子互相杀害，冤家了。第二是债主，啊，父母的财，子善用，这生了一个败家子，父母辛辛苦苦惨淡经营制的这些产业到他手上了，那几天就败掉了。债主啊，父母欠他的债啊，他来是讨债的。第三种啊，偿债的，还债的啊，那就是父母是债主，是儿女是来还债的。所以儿女啊，他在外面赚钱，赚的时候供养父母，那就还债。对父母啊，并没有什么孝敬的心，啊，对父母没有恭敬，但是在物质的受用，不会给他缺乏，啊，他会供养得很周到。这里面也看了欠这个欠债多少啊，如果这个儿女前生欠的多，对父母的奉养就很厚；如果欠的少，对父母供养就很薄。啊，那么在现在社会，我们都能看到啊。第四个是本愿，尘愿再来的，这个尘愿再来是这里面就是有恩德了，我们讲报恩呐，这一类的儿女对父母有孝顺心，有孝敬之心，这是本愿。第五种是真有，过去生中啊，是同参道友啊，志同道合啊，这一生的时候又遇到了啊，所以这是真正的善知识啊。前面这个里面讲个知识，就是这种的因缘啊，真的。同参道友，那么这是说明自家眷属包括的范围。如果我们这个一切修学的功德是希望自己得利，希望我一家人得利，这个心量很小，果报也就有限，只能够三生受禄啊，这就叫舍一得万报啊！所以我们修学这个修善修福，心量一定要大。这个用心呢，一定要真实。有很多人，譬如中国大陆啊，这些水灾，有很多人听这个消息，还是不肯发心。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个救济的钱呢，是不是真的会得到？他们得到啊？”是会被当中人剥削去了，他常常有这个忧虑，把这个行善呢中断掉了，这个机会错过了。
一定要晓得，个人有个人的因果。人人都怕被当中人剥削，那么这些苦难人没人救济了。即使被剥削也不在乎，我们也要做啊。你自己不能亲手去布施，必须要通过第三者。不能不做啊！布施供养当中，这佛法更是重要。为什么呢？懂得佛法的人，相信因果的人，我们托付他，他就一定会做得圆圆满满。